看看新闻网。昨天顾嘉辉大师经典演唱会在香港上演最后一场演出，担任嘉宾的陈奕迅登台演唱了禁毒歌曲《摘星》。不过让人略感遗憾的是，唱罢一曲他便立即离开了现场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记者的采访。而当天压轴演出的郑少秋则让人惊喜不已。65岁的他不仅化身007，穿上近10公斤的演出服，还为了配合现场气氛，不顾左膝就换，载歌载舞。